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赛季在变，球哥的毒奶精神永远不变。在 NBA 的比赛中，什么场面最紧张、最刺激、最吸引人？那肯定是绝杀，不是送你回家，就是我从头再来。一个球既决胜负又决成败，可以说是足够吸眼球。因此，在联盟中诞生过许多号称 NBA 关键先生的数不胜数，比如乔丹、科比和米勒等球员。那么，在现如今的联盟中，如果一场比赛选择一位球员执行最后一投，你会选择谁来执行呢？在一场访谈节目中，魔术师约翰逊被问到了如果一场比赛时间还剩两秒，球队落后两分，詹姆斯和杜兰特谁执行最后一投的尖锐问题。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魔术师也是故作迟疑地选择了詹姆斯来执行最后一投，而他给出的原因便是詹姆斯拿的冠军比杜兰特多，言下之意便是冠军拿得多，那么证明这名球员的关键球能力更出色。不可否认，这样的答案也是令人争议，毕竟这样的判断标准因为詹姆斯的冠军优势而选择他，对杜兰特来说有点不公平。而相比于魔术师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选择詹姆斯，欧文在早前便是直接讽刺詹姆斯的关键球能力。在去到篮网后，欧文也是直言终于遇上了投关键球靠谱的队友，也就是杜兰特，可以说这也是在否定着詹姆斯的关键球能力。那么究竟詹姆斯和杜兰特的最后一球选谁来执行呢？首先，对于这个问题，丘哥认为我们需要知道，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球员所面对的防守压力。由于到了这种决胜时刻，防守方肯定会对进攻方的核心球员进行高压防守，来干扰他的出手。这也就意味着，这名核心球员需要具备出色的进攻能力来突破防守或者出手。当然，这名球员还需要有大心脏，毕竟在这种紧张刺激的环节，如果不能平缓情绪冷静出手的话，很容易造成失误，而导致最终错失翻盘机会。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执行最后一投的詹姆斯和杜兰特都需要有出色的进攻能力和大心脏，而显然两人都是具备有大心脏和进攻能力，但是两人的进攻手段却是大不相同。其中，詹姆斯在进攻端的技术特点也是他对篮下的冲击力十分强劲。不管是什么时期，当防守球员面对上詹姆斯的坦克突破的时候，都是需要寻找更多人的协防来干扰他的出手。而杜兰特的技术特点是他在中远投方面的命中率十分高效。由于杜兰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他在面对任何防守球员都是拥有着天然的错位优势，这就使得他在防守端很难被干扰，基本全靠自己的手感。而如果这么看的话，显然杜兰特来执行最后一投更好，毕竟相比较于在面对多位防守球员的压迫下的出手，有着天然错位优势的出手显然是要更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杜兰特在中远距离的命中率是十分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结合两人的技术特点来看，杜兰特执行最后一投更好。但是事实结果却并不是如此，虽然杜兰特的出手空间的选择要更优于执行最后一投，可从过往两人的数据对比来看，詹姆斯却是更适合执行最后一投。简单列举一下两人在季后赛关键球数据对比：季后赛压哨球，杜兰特3中0，詹姆斯9中5；最后三秒出手，杜兰特6中1，詹姆斯15中7；最后48秒内出手，杜兰特27中8，詹姆斯38中19；最后1分钟内出手，杜兰特29中8，詹姆斯41中20。最后2分钟内出手，杜兰特42中14，詹姆斯70中32。在这份数据基础下来对比，很明显，詹姆斯的季后赛关键球能力每一项都完爆杜兰特。虽然詹姆斯季后赛关键球比杜兰特投得更多，但是他的各项命中率都是更高。可以说，从数据来看，詹姆斯是要更优于杜兰特去执行最后一投的。虽然他的进攻选择不如杜兰特，但是他却是能够实现得分，而只要能够实现得分，那么他也就完成了最后一投的职责。因此，结合数据和进攻特点来看，詹姆斯都是更适合执行最后一投的球员。但是不可否认，杜兰特也是关键球能力十分出色的球员。在这里，球哥相信会有很多人不认可詹姆斯的关键球能力，认为他有刷数据的嫌疑。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季后赛中，每一场都是双方力争取胜的比赛，没有人会愿意放弃胜利。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打进关键球，这不就说明他有着超强大的大心脏和得分能力吗？当然，还是会有人质疑詹姆斯的关键球能力，毕竟在很多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詹姆斯不敢投关键球，反而是传球给队友。但其实，对于这一点，球哥认为并不是说明詹姆斯的关键球能力不行，而是他给队友创造了更好的出手机会来杀死比赛。毕竟，他在选择杀下禁区的时候，防守球员都是堆积在禁区等待着他的出手。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面临的是主攻和看不见的出手环境，而相应的，他的队友便是有了空位出手的机会。而空位出手和面对防守人的出手，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哪个出手选择会更好。毕竟，作为联盟中的球员，在空位环境下的出手命中率肯定都是会更高于面对防守人的。因此，詹姆斯并不是关键球不行，而是他在利用自己的关键球能力来给队友创造机会，让他们真正做一回杀手。但其实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毕竟在詹姆斯身上会发生这种事情，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便是球风印象固化加展露关键球能力的先后不同。其中乔丹和科比自从进入联盟就有一种手起刀落的魄力，每一次关键球甚至每一次投篮都恨不得自己亲自出手，这是强大的自信，也是他们的杀手本能。其实杜兰特也是如此，但詹姆斯并不是这样的球员。他虽然也有杀手的一面，但是他更多的是统帅，统领着全局，这是不同打球风格决定的烙印。同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球风，在生涯早期的时候，詹姆斯由于投射能力并不出色，他更多的是依靠着身体素质来打球，这就使得他此时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就如现在的字母哥一般，处在隐身状态。但是他虽然隐身，可还是能够帮助到队友，而迎来这一改变的是直到他前往热火学会了背身单打、外线发炮，将个人进攻手段全面进化后，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愈发出色。但是由于早期的印象固有化，这使得人们对于詹姆斯的关键球能力并不认可，只因为出现时机的不同，固化了人们对球员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在现役的球员里，詹姆斯的确就是关键球能力投得最准的球员。简单再列个数据，在季后赛最后十秒内的关键球投篮中，欧文为三投一中，命中率为 33.3%， 库里为九投二中，命中率为 22.2%， 杜兰特为13投二中，命中率为 15.4%，利拉德为八投四中，命中率50%，而詹姆斯则是23投12中，命中率为52.2%。虽然他投的是最多的，但是他的命中率却也是最高的。总的来说，如果要在现役中选择一名球员执行最后一投，球哥可能会选詹姆斯。但是球哥也不可否认其他球员的关键球能力，只是他们还有很长的成长空间，去进化自己的能力。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要想看球不糊涂，订阅球哥不含糊。